排骨炖粉条。老香了、啊。你看一下我们家粉条这个品质，我用了这款鱼钩粉条卖了一年多了，大拍一份一大包是5斤，没有添加剂防腐剂，配料就是红薯淀粉跟水，你可以选两种宽粉，一种是这种粗的这种宽粉，一种是细粉，就看你喜欢吃哪一种。如果炖肉的话，这个宽粉的口感会更好，我这里面放了两种，你看这种是宽粉，然后这边放的是细粉。这跟肉一顿比肉还好吃，快去拍吧，这个真的是又好吃又实惠。你烫个火锅，做一个蚂蚁上树，做个酸辣粉都可以用这个粉。拌一下，吃饭，今天吃这个鱼肥油。个个都大个。
香。这一批的鱼油都是很大个的，大家可以放心下单，拍四斤就会更划算一些。帮我点个赞吧，朋友们，谢谢大家，感谢。放了好多小米辣。光盘行动，拜拜。